先帮我起来，阿哥黑。因为阳光屋顶帮助很特别哈，如果今天没有全民的参与，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。盖多少太阳光电，就是造就多少环保效益。哦，我们是一个为地球啊，为我们整个台湾一个下一代的子孙做着想的一个太阳光电设置。太阳好大，越大越好。